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怀中。我们今天继续哈，宝可梦的人生这样子。对，然后现在看一下我要去哪里。穿过旷野地带，旷野地带，前往激情室，激情。我冷了 ，OK。好，那就出发了。追不到我的。路边的宝可梦不要打。看到要收集的还是要收集一下，等一下好了，先去吧。上次既被冰雹打爆头之后，哇，凶哎！哦，他们这边这有个坑呢、啊。噔，捡到笔记本。旷野地带训练场，快到，就是这里了。问一下他，原来只是个露营家而已。到嘞，在看剧情的时候，就是吃香蕉的时候。大的一个城市，跟我那个小乡村比起来是差很多。这女孩已经到了。早餐结束，盒子里面已经有可以换哦。小山猪去吧，
这两只，来乖。但它这个盒子里面的宝可梦，还是用像素来做的，来恢复。精灵球一颗要200块，还好现在有3万多块，其实蛮有钱的嘛。但是那个濒临死亡的活力碎片要2000呢，先不用，先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吧。哎，在等我了，顺利穿过旷野地带，我是用跑的。这主角带的毛毛我也有一个，冬天再这样戴，再热死。竞技场，我要走白木组的吧，直接就去挑战，等级都不练了。木炭，但木炭火属性的威力会提高，还有这样的事情，不带打火机不就更高？啊，赫普这臭小子已经到了。他每次都就这样。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样子这么嗨的朋友？我应该没有，除了赫普。还好他们要推荐函了，我们有推荐函呢，应该在跑过来的路上没有掉了吧？是不是？冠军的推荐函哦，一号，为什么要一号呢？因为我儿子最喜欢一号，因为他学校的号码也是一号，所以我就选一号了。然后他的出生日期也是一这样子。含苞旅店在哪儿？不会吧？哦，
他跟我讲话是要跟我挑战。好久好久。好好休息。哇！跟我儿子一样，我儿子也很喜欢住饭店。长话短说，他真的短短说。去吧，办理手续。我不吵你了，啊。不会要挑战吧？对啊。好吧。难道打完才能？什么人会在脸上画个 X？ 岩兔儿。二话不说，刚刚拿了木炭，说威力会大，可以啊，打一半，对不对？烧你不为过啊，拜。就这样，喂，哎，他们轮番上阵，太简单啦。喝咖啡都可以赢他。啊，嗯。哎呀，同一招哦。这是小 case， 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哎，哎呀，真是好朋友啊。双打、哦、我还没有试过双打。
来吧，黑人对白人。哎，这不是刚刚那两只？都有效果，来吧。哦。啊，刚刚打右边才对。降低攻击力。没关系，先撞拍你再说。攻击带雨带那个降攻击力，而且还是群体攻击。哎，看一下状态，看一下，为什么要看状态？应该不是吧？应该只是因为攻击降低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HP 减少之后，我的火会变强。去吧，火花。烧到了，烧到了，成功！太简单了，打这个根本就赚钱了。这两个胖子是双胞胎。哦，偶像呢？他的皮卡丘好可爱啊！他是皮卡丘吗？不过不是。是小丑。